林国立公博院专题讲座，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政治大学李玉教授，也是中研院文哲所李丰茂兼任研究员。李教授从批评文学转进道教文学，从文学专业解读古文献道经，并且李教授他亲报田野调查，他本人自己就是道士，非常的厉害。所以从理论到实践，李教授一手包办，对道教跟华人宗教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所以在国内外其实是无人能出其右的。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也特别邀请到李教授来对我们本院的国宝在线特展藏品《三端出巡图》的一个风格，透过道教的经典跟仪轨来切入深入探讨。我们掌声欢迎李教授。大家好，好。这个中午啊，这个演讲啊，最怕呢孙悟空呢抓呢瞌睡虫过来。今天那个在国宝在线的最后一次啊，这个很荣幸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所谓的三观考教与出巡。三观就是我们的上联、中联、下联。这个可以说在我们的每年固定的节制里面，三年节呢是跟道教可以说是完全有关系的。那如果是大家有拜拜的话呢，一定拜三盖公。三盖公就是天地水三界，三界公。那故宫呢有这么一幅非常珍贵的三观出巡图。那我想呢，就从一个道教的角度，特别是从谢罪跟功德这个角度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也是故宫的名画三清图，一体画三清，三清图。不过呢，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三清图呢，画的什么呢？很生动，很生动，就是什么呢？完全是一幅很娴熟的样子。你看，这个是所谓的坛上的画，道坛上的画，这个是姚祖的，姚祖的。你看这个什么呢？这个三清呢，坐在什么呢？这个供在坛上呢，给人家什么呢？这个教祭啊，或者是祭拜。中间的是元始天尊，然后旁边这个我们看神是用相出去看的啊，不是像有你们看的。我从这边看出去，这边叫做左边叫做上品降临，对降临。然后右边东东边左边大平修平，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旁边的这个左边的就是灵宝天尊，右边的就是道德天尊太雄德贵。所以你马上可以看出来，这样的是一个很娴熟的风格，这样的是一个很庄严的风格。所以呢，娴熟与庄严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因为绘画作画的目的也不同，然后它的这个艺术风格跟品味不一样。那么故宫的这个展品呢，三清图其实也是很有名的，30年前曾经展示过，这个已经休息很久了啊。那么这个它的藏品，这个品就是品味，艺术品味。再来什么呢？品地，你品味以后，你才能看的那个什么呢？到底是哪一幅比较好？品地，这有什么呢？品匠，你看这个品质啊，这个藏品，故宫藏品，这个品呢，就是很有学问的。那么一般来讲啊，在宗教的绘画里面呢，这个道坛的话呢，我们可以称为叫做道教艺术啊。那么一般来讲，相对于这个佛教艺术的话呢，道教艺术的研究跟成果呢，真的是比较弱一点，到现在要不定位都不晓得。这个嘉德跟保利呢，跑到那边说：“你就说我们的这个拍卖品里面有很多的佛教艺术，但是呢，对道教艺术，我们连定价钱都不晓得。”你看说，这是两个大拍卖公司啊，他连定价都不会定，那表示什么呢？这个研究还没有定位，还没定位。
那么在公私立的博物馆或者美术馆里面呢，道教或者收藏的数量也比较少，公开程度也不够，所以什么呢？学者啊，这个艺术学者或者宗教学者的研究呢困难，所以呢，你要有达到那个所谓艺术品位呢也不容易。那么今天我们要所要谈的主题就是所谓的三观初巡，其实就跟前面的那一组一样的，贤素的三清跟那个庄严的三清的座，那这两种不同的这个研究的角度，那怎么样这样的图像呢？要怎么来配合经典？过去这张图院里面呢，其实也有好几次的解说，但是呢，怎么解说？只是用图像来了解吗？还是要用经典文本来解释的？那这当然是呢，就要什么呢？有互相的这个互补的关系了啊。那这一幅画，当然馆藏的也很谨慎，认为只能够传，据传是马林画的，事实上它的年代会比较晚一点，这个等一下我会细细道来。那么这些画家呢，他们在画的时候，他到底是怎么画的？画家要有灵感，这个灵感到底是直接来自于前显的画作呢，还是他也受到了经典或者是谭嗣的影响？谭嗣就是接谭，该懂吗？他到底怎么形成的？或者是两者兼具啊，两者兼具。那么一般来讲，如果是道坛画呢，它是仪式用的。现在是快过年前，所以呢，台湾现在各地呢都可以，仔细的注意的话呢，都可以看到呢，那浙景建教啊，浙景。那建教的时候呢，所用的这些道坛画呢，它是为了仪式用的。所以什么呢？它本身是用实用的物，但是呢，也是神圣的东西。我刚才讲的，为什么佛教的画这么多，为什么道教的画这么少？因为佛道的规矩不完全一样。佛教的这个什么的画呢，很多人会供养；道教的画是什么呢？你是在坛上挂的，用旧了以后，一定要烧掉，也是新鲜的物件。所以嘛，一定都是按照规矩的，都是要我们把它烧掉，所以呢，很早很少有流传的。不过，道教的坛藏画呢，通常是代代相传，就是那个什么呢，画的那个所谓榜式啊，哦，都会什么呢，代代相传。所以虽然经过了很长久的时间，还是可以从由后面保存的画来看前面，哦，这个是我们解释。这个三观初巡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么今天呢买一送一，我讲故宫的博物院的三观，我也介绍了波士顿美术馆的三清啊，所以买一送一，你们可以看到两种图。为什么两种图有很密切的关系？哦，那么可以做对照。那么过去啊，这种图呢，大部分都是艺术学者从图像学来解释啊，他们发现这中间有很多互相关联的那种所谓的母题啊。但是呢，我今天呢比较要从一个道教研究者所用的道经文本以及道坛画的角度来论证这一幅灵机哦，灵画。那么这个所谓的故宫的这个版本跟 Boston Fan Art 这个版本啊，其实呢大体上呢比较像那个院体画，就画院画，当然一个人都能称为文人画。那不管如何，能够被故宫收藏或者是被 Boston 美术馆收藏，那表示什么呢？是个被品味过，有品价。但是它除了审美的价值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用意？哎，这是今天我要探讨的。
他可以跟一般的什么呢，像什么呢，西山山水啊一起看呢，还是他有另外的含义？哦，我想今天要从一个宗教，特别是显经，大家知道佛教有显经，道教也有显经啊，还有科经，我要从道教的写经、科经的同样的传统来说明，从绘画到收藏，是不是也表现出一种功德观？那是啥功德？抄佛经是功德，那抄道经是不是也是功德呢？那画佛教的画是功德，画的道教的画是不是也是功德？哦，这是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验。我像温州三天，这就是明基，大家可以看到十几个，这个是一种所谓的什么呢？这种明基呢，一个是在故宫的，一个是在什么呢？那故宫的这一幅呢是没有，当然没有名款，所以马林那只是传的哈、哦。那么他的这个绘画风格是不是到明很难讲，不过最少不会是不至于找到马林啊、哦，这个。专家已经有点研究，跟马林的画风不完全一样，不过也可能马林也有个同样的构想，后来人又来仿他，都有可能哦，都有可能。那这是什么呢？上中下，上中下呢合在一起的啊、哦，这等一下我们会仔细的说明。那么美国的这个波士顿美术馆的这一幅呢，它是三幅一组，围着沙丁。所以他的这个什么呢？这个按照如果是三五一组的话呢，那天官当然居中嘛，中天。然后呢，大明当然是地官啊，哦，古边当然是什么水官啊、哦，这个天地水三官。那么这个他有很早的，到二十年前的这个王教授呢，那时候呢准备要用这个当他的博士论文，所以在香港碰到我。哇，这个三观的资料好难掌握了，就那时候我已经做过三观的一个初步研究，后来我就推荐给他看，那他推测是南宋的作品，我都得可能呢不一定那么早，哎，那等一下我再来说明为什么。这个就是波士顿的三幅，我按照这个所谓的习惯呢，中间是这个是天官，左边的是地官，然后什么呢？右边的是水官。你可以看出来，这三张的风格不一致。中间的是什么呢？是我认为叫作案考教徒。但是呢，其他的左右两边呢，跟故宫厂的很接近。哎，到底是水模仿水啊？哎，这个就是今天我想解开的谜。那么，因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所谓的化验画啊，就验体画。那么在当时啊，宋代的帝王呢，像正宗、徽宗呢，都当然非常崇道，甚至到虐道的程度啊。那这所谓的化验的这个所谓的这些画家呢，当然怎么会体察上帝嘛，对不对？所以他呢最有名的是曹岩先生图。曹岩先生图有不少的研究，不过都是从图像学做研究，其实里面还有一些文章可以做的啊。那不管如何，当时啊，这个川先生呢是名家，因为吴宗衍都参与的，所以应该这样的作画的一种风气啊，对于这个做三观出局应该会有影响啊。那么这一幅画呢，如果你看这个原机啊，因为它很大。所以看起来就是一般认为是大地面的画法，分作三层。那么大家看这个画呢，要注意，它的头是朝向哪一边的？如果是站在我的角度，朝右边。朝右边，那如果是挂在盘上的话呢，就应该怎么挂在左边？所以这个左斑啊，有左斑右斑哦，这个大家有几个概念，记得它是左斑右斑。它巧妙的是什么呢？在地冠后面呢，有着什么岩石，然后上面有一棵树，然后呢，这个岩壁的最下面呢，接到了水边，那当然就是水冠。你看，很巧妙的用一个所谓的这个巨石、老树，然后呢贯通三界，
贯通三界，这是很巧妙的画法。我认为这样的巧妙画法是一个比较原始的创意，而Van Aske那一幅很显然什么呢？是有一点模仿的可能性。好，那么我们如果来用图像来做比较的话呢，那么两幅的时间呢，到底相近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艺术史的谜。到底谁在先，谁在后？到底模仿的时间，或者是参考的时间，到底是有多远？哦，那么这些都一定什么呢？要有一些证据的。我重建了这个任务之后呢，就花了相当的半年的时间，好好的去做整理观察，哦，然后必须要有佐证的资料。到时讲的不是我来讲的哈，所以一定要有根据啊。然后我就也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也注意到了用道经来做证据。也走进了，三观是很重要的，当然什么会有道经。所以呢，我今天主要的是一个道教学者的身份呢，用这个道经要来证实这一幅画。为什么叫初寻？那为什么要有考教？那这个到底是根据哪一部经典？我认为，纵使它有参考前行的画，但是前贤它还是有根据啊。根据什么？这个就是所谓跟道经有关系。但是呢，正统道教那么多，根据哪一部道经啊？根据哪几部道经啊？这当然什么呢？这种当道我们常常开玩笑都觉得有字天书了，明明都有字，但是呢，如果你不想看的时候呢，一部正统道藏呢，那你看的什么呢？头眼花。所以呢，你要从这么多的经藏里面呢找出来，到底哪几部道经对于这画家有启发？有启发。所以呢，我就今天呢要比对了两个关键体的道经，一个是六朝时期，一个是宋元时期，这两个阶段，因为是两个关键的阶段的道经呢，然后来比对这两幅画到底他们有什么关系。因为画家在创作的时候，他不一定完全依照道经，但是他也不能够完全不顾道经。所以你看到刚才创作一篇，你发现什么呢？天官、地官、水官的前前后后呢，有一大堆人，这一大堆人，你就不能说是很多仙人、很多随从啊，那是叫做常识性的讲法，都有专门的名称。那么我们可以说了，这就是文化资源。要解释这一种跟宗教有关系的，就跟做佛教艺术一样的，要有经典的依据。那当然，道教的图像也是有道经做依据，那我就会什么呢？从宋元时期的那个道教的坛志，还有很多的写经，今天我也跟大家分享那个写经，还有版画，所以呢，要集合好几种资料，才能够来论证这一幅作品，或者是另外一幅作品，它到底表现出来的是不是有一种功德？原来抄佛经是功德，抄道经、写道经嘛是功德，所以这个功德是很重要。这个是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次的经验呢，能够跟在座的大家共同分享，看看是不是画道教的话也是功德，不只是为了审美的需要啊。那么这中间呢，为什么是考教？为什么初寻呢？这是我感到非常有兴趣的，所以呢，我要从这个有依据的角度来看看。你看，左手边这一幅呢是波士顿美术馆的，他画的是什么呢？是天官坐在这个所谓案前，我称为叫坐案考教。然后前面呢，跪了一个，那这跪的到底是哪个神仙？这个就是要依据的
然后呢，天官的什么呢？后面呢有一大堆的，你说这是窝啊？都一大堆水虫，一大堆仙人，还得武功等于没有讲一样，对不对？谁不晓得是仙人，对不对？到底什么仙人？什么仙人？这个就是什么呢？波士顿的那个天官考教。然后呢，大家看这个我们这个院场的这一天官啊，一驾出巡，一驾出巡。这个其实啊，这个已经哦稍微放大了，但是呢，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再来看那个局部的图。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两个博物馆，两个馆藏的作品最大的不同就是天官，完全不修仙的哦，那个这个画法都不一样，意思呢不相同。如果我们说呢，这个所谓的波士顿的美术馆呢，这个是三个天官作案考校的话，那当然什么呢？我们故宫的这一幅呢，就是所谓三官，就天官出巡哦，出巡。那么这个不同原因在哪里？那么在年轻时期啊，这个有一些所谓的写经刻经，其实呢不止年轻时期，那年轻以前的宋元甚至于唐代都有，敦煌就有很多的写经，但是呢，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么多的相关的这种的，这个民间的这个写经，那么我就是想用年轻时期的，现在还看得到的这个写经跟刻经来做对照，还有什么呢？一些所谓的神仙内书里面的插图，来做对照。那么这个什么呢？所谓的波士顿美术馆的这个藏的是成化年间，因为它的年代写得很清楚，它是一个什么用金字写金，用泥金的，大家去看那个什么呢？贩卖部那边啊，有很多用泥金写的佛经啊，对不对？因为佛经、道经哦，都是神圣东西啊，所以郑重其事的用泥金的来写金哦。那这个不是这个就用泥金的这个写金，那前面呢有个三官考教图。另外一个我有发现的，在北京呢有一个太上三官经本，它是个刊本，刊本一样的，前面都有图，都有图。另外一个是上教授的大全里面也有图。我今天主要的是用这些资料来证明，这两个名馆的藏品到底有什么意义。那一般来讲呢，这个博物馆中啊，这个宗教艺术藏品啊，当然佛教艺术啊已经几乎是大宗了，现在在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艺术系里面做佛教艺术的几乎是有很多学者。我们过去故宫的什么呢，有几位我们的老朋友呢也是做佛教艺术的，但是做道教艺术非常少，非常少，非常少，在台湾在全世界都非常少。那么所以很多的什么呢，做佛教艺术的，或者是看了太多这个佛教艺术，特别是佛教的图像学的学者，常常把研究佛教艺术的经验拿来加在道教的艺术上面，所以就出现了什么呢？什么道教要水陆化，不才这个道经也换了不少了，在道经里面没有，当然有水陆这两个字，但是没有什么叫水陆化。很简单，因为什么？因为佛教的水陆仪轨是很重要的。而且佛教的水陆仪轨呢，除了有佛教的这些所谓的佛祖啊、菩萨啊之外啊，他一定也会请什么呢？请道教的这些神仙。所以呢，佛教的这个水陆仪轨的经验呢，就被移用来解释道教的法藏。这个道教突然间怎么出现也有水陆化？很多很多的道，很多的这个学者哦。通常大部分那个很多的美术系的美术研究所的同的学生啊，他们在写这个论文做到道教的时候呢，多称叫水陆化。所以你可见啊，我们这个道教学者努力不够了，我们努力不够，因为成果没有很多，所以呢害得我们的下一辈呢还是以讹传讹的啊，以讹传讹。那么一般来讲，道教呢目前的图像里面呢，像碑刻啊、壁画啦、或者是化验的化这个验体化等等的，这个是比较多。不过呢，朝元献政图啊，你不能永远都画在墙壁上面了，对不对？那是北方。
康啊，像永乐宫啊，或者是像那个加拿大的什么呢？这个多伦多的博物馆呢，那个整个墙壁就摸过去啊，大家还查不出来到底是谁卖给他们的。哎，那贵人家呢？大家如果去美国的那个大都会博物馆，你会看到整个墙壁这样可以把它趴下来，然后放在美国的博物馆。哎，加拿大多伦多博物馆就有这样的朝鲜现象，我也是这样的。但是不可奈何，为什么？因为那个什么人做了这件事情，什么人买的都不愿意公开啊。哎，大概永远都是一个谜啊。那不管怎么样的，这样的壁画呢，只能够在庙里面固定不动。但是呢，那先生因出去做代志做事了吼，迄搭那扛出去，西贡人扛出去，他一打开挂起来就马上可以做了，怎么可能把整个墙壁爬过去啊？事实上，朝元县政府啊，我现在希望说有些我年轻的学生啊，可以继续做朝元县政府的民间版本，到现在都不能做，为什么？材料不够，材料不够。事实上啊，这个议题。壁画的朝元先藏土之后的道坛的朝元土，这是好题目，好题目哦。但是这种呢，当然注意的比较多。不过有时候也不太公平啊、哦。大家知道，连包括永乐宫的朝元先藏土，那也是一个有名的画家，带了一顶画师画的，那一个都叫名啊。民间的道坛画呢，也都是那个画师，画师变很厉害的也很多啊。但是，还是。默默无闻，默无闻，所以从画家、画师的命运都不一样。现在什么呢？永乐宫跟多伦多的那种画师哦，是谁？哇，大家都找出来了，然后觉得哇，这不了不起啊，历史上有名啊。而你用什么？用那个卷轴画的这一种的话呢，好像大家不觉得怎么样。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宝贝，都是什么呢？民间很优秀的这些画。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这些东西？因为大陆在文革的时候，很多遗址不太能够做。然后什么呢？在文革结束以后，这些画就流出了。我常常到那个逛宝商场，哎，奇怪了，怎么会看到这画？那逛商一般都是那个时候，那种说，让我们会上次的玩物嘛，对不对？但是怎么会有这幅画？我吓一跳，哦，我想知道了。你看这榜题就知道了，是大陆流出的。如果大陆没有文革，这些东西不会流出来。为什么？用旧的就烧掉，会流出来。为什么？我相信呢，这一些叫而且那画画的越好的，时代越早的，在那时候的黑五类里面哦，那黑的程度都越高啊。所以什么呢？文革之后呢，就卖出来了，卖出来了。我们今天呢、啊，才有机会看到这么多的作品啊。这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哦。然后在20世纪到跨到21世纪的时候呢，世界几个大的博物馆，他们展示过道教图像。很有名的是法国的里美。另外什么呢？是美国的芝加哥博物馆。芝加哥博物馆那一次呢，还在跟我院里面借过，借的谁？当然跟大陆借，啊，大陆的借，博物馆借。所以什么呢？这种博物馆呢、啊，大部分他们借的都是什么呢？要宋以前的，最少是要元以前的。那当然，这种呢，当然都历史名迹了，啊，它有价值。不过这种的作品呢、啊，因为距离我们现在呢，就比较早。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还在用的民国时期清末民初的话呢，风格那上就比较不一样。所以如果你要从现在的田野调查的角度往上追溯的话，最好是追溯到清，追溯到明，追溯到宋元时期。严格讲起来，唐代的话跟我们现在的距离反而比较远哦，这个是。因为它有固定的这种所谓的画法，但是呢也会变化。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些资料总合在一起，那我相信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哦这些画到底它是怎么样形成的。好，那我们来看看有什么依据？有什么依据？
那个图啊，看起来是出巡啊，或者是考教，但是这种出巡考教，它只是为了审美的需求吗？当然不完全是。那一般来讲，这个我们在我们的传统教育当中，我们小时候都要读文化基本教材，里面大部分都是什么呢？《论语》比较多，最多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都会强调说，哇，我们什么呢？我们这种所谓的汉人啊，哈，或者是所谓的中华民族呢，都是什么呢？都是讲究词，所以我们的思维里面有礼义廉耻。你有看到礼义廉罪吗？没有啊，只看到词这个字，对不对？然后大家如果是读基本教材，或者是读《论语》四书，你会看到的什么呢？词这个字出现的比例还是比过错的过还是比罪还是要多，所以过去啊，我们这个前一辈的这些所谓的社会学者研究社会哲学的学者呢，他们说哦，我们是个耻感文化，因为我们离廉耻有耻啊。但事实上，道教的经藏里面啊，道教是要面对的是芸芸众生，自行速修以上去跟孔老夫子读书的都是什么？都是士大夫的，都是精英啊。所以精英的话呢，做错事情你要自己知道是耻，然后你就改过就善莫大焉了，对不对？但是呢，宗教不可能针对精英啊，针对宗教道教面对是芸芸众生。好，他们什么呢？就发现说，每个人都有可能触犯了一些罪，触犯一些过。所以我们的文化传统当中不但有耻感文化，而且我们有罪感文化。当然这个罪不是基督宗教的原罪的罪，是行为上或者信念上的罪。所以呢，我认为我们的文化传统当中既有耻感也有罪感，不是全部只有耻感。好，因为什么？因为道教呢，它有很多的谢罪仪式，自己做错了事情你要什么呢？忏悔反省，好，忏悔反省。然后就是说，反省的东西呢，我愿意深刻哦。所以犯受未犯，所以犯就是什么？有行为的表现。所以犯什么呢？起心动念。所以道教呢，他对一个人的心念呢，非常的重视。还有什么呢？以发掘为发掘。你看，所以道教哈，他对于我们的文化传统当中呢，它有很深刻的影响，就是人有罪，我是罪人，我是罪人，不是有行为表现才是罪哦。你起心动念有罪就是罪哦，这是道教的观念哦。那么为了什么？为了这种的所谓的以犯未犯，发觉未发觉呢，就把那个天地的监察，天地呢，哪公天知地知我知，对不对？两面走，天面垮，那天面垮什么？他就好像天有眼睛一样看着你。我觉得也只天尊哈，别这忘了这个管啊，这个他可以啊，很贤淑的，要不然就坐在那边给人家哈膜拜。三观很辛苦，三观呢，要不是办案就是要出巡，所以哈，三观呢，相对于三千呢比较辛苦。那么这个天地鉴察的责任当然就由三观来承担了，对不对？所以叫做三界公啊，天界、地界、水界呢，都要有人有什么有关联来负责，这个叫鉴察的责任。那么早期呢，这个就有三观所书了啊，把自己的犯的罪呢，这个可以上知天，可以埋于地或者沉于水，就是表示什么呢？我们在拜拜。大部分都是用修为，对不对？抓紧受稳用修为，但是如果你是要进水深怎么办？把它沉到水里头，把它埋到地里头，用烧的，用埋的，用沉到水里头的，这都是祭拜的方式。三观所书当时就是用不同的这个祭拜方式啊。然后我今天呢要用的这个幼草的道经也有好几部，我特别集中在用这个所谓的三民品鉴的经典。道经的名称哦很长，乐乐等于哈，
我们通常都是会用，比如说中间有共同地方，都三人品鉴嘛，对不对？那我们就说这是三人品鉴系的。啊，有功德轻重轻，有谢罪上法，有所谓的，就拔罪妙经，有三部。目前我们所能够找到的就是三部。我今天就要从三部的道经来看看，到底为什么要出巡，为什么要作案啊？这个就是他们怎么样来形成这套东西，而不是随便的便化。那么什么时候道教开始用绘画的方式来整理他们的这个神谱？事实上，佛教传进来，佛教的箭头的艺术传进来之前，中国古代也是有图像，比如说像西王母、东王公，老早就有。但是毫无疑问的，佛教的这种箭头的艺术传进来以后，对于这个所谓的道教呢，有很大的冲击。所以经过了两三百年经验，到了唐初的时候呢，就整理了这一部叫做《奉道科这影史》，哦，里面呢有照相品，哦，那既然有照相品的话，那就是一种归纳整理。所以啊，我们做这个道教艺术的，一定都知道有这一部经、这部书，因为这部书等于是一个总集嘛，等于是一个什么，一个把很多的经验把它什么集合在一起。然后他怎么讲呢？他说：“大道无形啊，至真无色，湛然空寂啊，世间莫行。”大家知道《道德经》的“道”，道可道，非常道，对不对？所以道是什么呢？是本体的，无形无相的。那既然无形无相，那你怎么画？实际上啊，原来无形无相的是不必画，也没办法画。但是怎么样呢？但是呢，为了什么？为了这个所谓的道教土的方便，应变现形，好，用这个观念来。为什么呢？纯真者细想真懂。那但是呢，如果你没有画，那就说啊，太穷则昏啊，太早没有经，你只有文字，然后没有图像，那你怎么去观想啊，去存想啊？哎，后来什么也画，所以这很大的观念改变喽。早先的什么呢？那个画像石的那个西王母、洞王公嘛，都是用那个黑白的。我相信有，但是呢，还是不是那么具体。但是呢，到了这个时候呢，就发现需要。对啊，人家佛教呢都有很多这个什么可以观想的这个所谓的佛像，那道教都没有像，那我们的信徒怎么办呢？哎，所以呢，他就真懂，真懂就是说要把那个神仙的这个什么呢？这个龙的形象要把它画出来，要画出来。是按照怎么画呢？用的是什么呢？丹青金碧啊。所以那时候有彩色，你看那么早就有彩色哦。佛教的箭头的艺术也是有彩色，然后道教的当然要彩色。好，那么就开始什么呢？有各种不同的照相，这是什么呢？三观照相的最早的原始的依据，但是呢，我们可能看不到。我们现在没有看过，没有存留下来三观大帝的唐代的或者魏晋南北朝的图像，反而是什么呢？像三清啊，有那种石头，或者是刻在石头上的，因为刻在石头上面可以建立起时间的考验，对不对？那如果你什么呢？如果你不是用石头雕的、刻的，当然什么呢？唐代的东西，除非像敦煌那样的很幸运的保存下来，那是非常干燥的地方啊。一般哦，纸或者绢，你要经历那么久的时间是不太可能的。好，那么在这个道教呢，当时已经有它的神谱。那么三观的神谱呢，相对于天尊跟道君呢，当然是要低一点。不过三观哦，最早的讲法，它是道气的化身。根据汉代的气化思想，它是一种气的化身。然后大家注意看哦，我现在引用的气都是从很多句子里面挑出来的，都很重要的。上人一品天官，元气始弥。哎，元气是，它虽然不是一气化三千啊，但是也是什么呢？气化三观啊、哦。所以什么呢？三观开明，结青黄白之气。大家注意，特别注意青黄啊、哦，然后什么呢？它也有什么呢？上品天三公，
然后呢，这个中原呢，这个北风宫呢是混黄之气，下元三平金陵宫呢是风德金刚之气。我们看这些图像，他们穿的衣服都有颜色，这颜色只是因为审美的需要，故意把三官的衣服画的不同颜色吗？不是的，它有根据，根据就是这里。等一下，我会印证给大家看。你看，这是天官，他的衣服什么颜色？虽然有点褪色的啊，有点经历那么久了，对不对？但是你可以看出来，青烟嘛，对不对？哎，对了，所以啊，他们画家在画的时候，他不管是根据了前代的画技，或者是前代的前代的画家根据，还是根据经典。你看，他的这个颜色，你看。这个颜色还是比较偏向青色，青黄、哦、白、哦、青黄白、哦、那这当然是什么呢？然后呢，它的什么呢？它这个官，这个官啊，哎，这两种画，等一下也有酒溜的，哎，也有是用酒溜的，因为它什么呢？是酒气、哦、所以有一些呢，这个头，这个它的帽子前面这边呢、啊。因为酒气呢，所以他什么九折或者九条，哦，他的官以前的做官哦都要戴帽子，戴官嘛，对不对？那你可以看出来哦，他这个什么呢？你看他这个官的这个什么呢？有几溜？我收藏的一些所谓的木雕像很清楚，那天官的那个帽子上面几溜看得很清楚。图像上啊，一般来讲天官的这个还比较清楚。所以你看，因为什么？因为这种福嘛，官跟福最重要。他的官的官势是什么样子，这都有依据的。那既然他是什么呢？九气，所以你看这些九条，哦，然后呢，服色呢，青黄，不是青黄。哦，我知道说原来这画不是随便画的，有根据，而且根据以后代代相传。你看。地官呢是上面这个什么呢？这个因为哈，因为市长有一点模糊，我很仔细的想把它看清楚，但是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因为我因为我的那个很多木雕的神像还在整理的，要不然的话，其实我一组出来，你一看就知道，那天官、地官、水官，那看起来差不多，但是那帽子不一样，哦，木不一样。然后你看他的衣服是什么颜色？黄色嘛，对不对？哎，所以你可见有依据哦。他不随便画的 哦，然后你看，那么水官呢，它是金刚什么？其实这个颜色呢，比较起来，你看这个颜色呢比较灰，哦，灰跟青的哈、哦、混在一起，基本上是比较偏灰色，或者有些地方还是有点黑色。那么这个是什么呢？然后它的这个官，这个官也是哈、哦，看得不是很清。不过如果用木雕的话呢，它的什么就是。帽子呢是五折，五折。所以啊，如果你们看那个木雕神像啊，你看到哎，新建的三观，你只要看他的帽子就可以看出来。因为木雕的神像久了以后，那个颜色都脱落了，有时候颜色衣服的颜色看不出来。但是那个官的上面的什么呢？几折那个看得很清楚。我最早说了有十几组，但是因为我现在都退休以后打包，我现在都没办法打开。那真的很清楚，因为我用这个 来做分辨、哦、那么这个可以看出来说，你看三官的服色跟他的官都有一定的根据，虽然经历过了那么将近上千年的，对不对？几百年，但是你看它的颜色还是保存不错，所以故宫的这个终究是所谓的名迹啊，这保存还是蛮好的，颜色还可以大体上看出来。那么三官既然结气而成，那他的随从呢？旁边的，其实这个应该称为叫僚佐，人家说官僚，官僚嘛，有官就有什么呢？也都僚佐，啊，合在一起变成官僚，啊，官僚啊，在台湾就变成是，现在大陆这个词啊更不好，所以不能叫官僚文化，是负面的。其实官僚原来没有负面的意思，这长官的叫官。他的旁边的曹树叫做僚、哦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僚佐。你看天官呢，他既然是这个谦，这个所谓原始这个
千年始阳之气，对不对？它的神仙官僚，哎，神仙官僚不是我自己造的，它原本就这样写哦。哎，所以官僚不是拜呢，那是我们现在的官做坏了啊。他说神仙官僚皆皆自乃千年之气，你看它也是颜色一致哦，这有依据的。然后呢，为什么呢？他说其为人也，一则千羽非一。所以啊，过去的解说因为没有严谨的依据，都说哦，仙人，不只是仙人，还叫做辽佐啊，辽佐。然后什么呢？他的服饰呢也是要配合的。那地官当然也是的啊。地官旁边的就叫灵官，灵官的衣服是什么？混黄之气，你看也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什么呢？水官什么呢？这个什么呢？也是什么呢？风泽之气啊，那也是灰黑的。所以我觉得故宫的这个名画，它的服饰颜色啊是很标准的，是很标准。哦，这个有依据的。我觉得这个谜解开啊，对以后我们在写这一幅名画呢，就可以写比较道地一点，有根据的啊。然后这个辽佐，我要感谢王先生啊，帮我做出了这些东西。你看前面呢是两个。其实啊，这些画里面的出现的这些所谓的辽佐的衣服，还有官啊，事实上是比较晚的，因为画家一定是就他看到的来画，对不对？但是呢，这一些所谓的辽佐，你不能够随便称呼，还是要有依据的。等一下我跟你讲哦，这是最前面的两个，你看这个穿的是将军服嘛，哈，戴着帽，戴着帽，这个官呢也是属于。那种将军嘛，所以你看他们两个人拿的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所谓的武器呢，在前面呢前挡啊，前挡。那你看后面戴的那个戴个帽子的，这个在道具里面很常见。这一种呢，就比较属于叫做官，叫做考官，考官，考教的官叫考官。后面这一些呢是考试。士大夫的士，因为伊手里无牙武器啊，那种是考试，所以那个这都有固定名称啊。然后你看呢，像这种的，他说里头都没有拿那个，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他说里头呢，就等一下我们会看的更清楚。好，那么这里面这说里头拿的牙青牙基本这一种的，就是什么呢？考兵或者考子兵，兵士在那讲，我们去当兵的话，那个所谓的小兵啊，都要排前，对不对？要拿枪嘛，对不对？那如果是文官的就不要了，对不对？你看有区别哦，有区别哦。然后你看呢、啊，那个戴的帽子也不一样啊，对不对？那文官帽跟那武士的帽不一样啊，哦，你可以看，那这个是在天上的，在天上的这种呢，基本上我们都可以完全称为叫考试，哦，好，那么你看我为什么会这么讲？有根据的，我们当教授哈，更为有根据要求哈，对不对？三年有三年服数，天官呢有三宫，他有三宫，左右中有三福。每个服统有十二朝，一共呢有三十六朝。那三十六朝的仙官，所以人家叫做仙人，叫做仙官。神仙嘛，这官呢叫做仙官啊，仙官。然后什么呢？他什么呢？是这个由这个女性正人所长，这个要负责哈，属于紫微宫，上面属于紫微宫。然后下面各服。各有一个考官，那考官什么官？跟几个呢？然后考吏呢有1200个，所以有考官有考吏，然后呢还有考编12000个考编，100000的考试。对，所以那画家不是随便都会啦，对不对？你看画了不同的。服饰啊，官啊，等等啊，都表示他呢，他的身不同。有些是考官，有些是考吏，有些是考编，有些考试。五文五部了哈，五文五部。然后其他的地官也是一
样的。那第一关呢，有42朝，一样有考官、考吏、考试、考编，水官一样的，也是42朝。好，我们有了这样的观念呢，我们再回头看看，你就可以看出来。水宠来对，各种都有啊，也有考官啊，对不对？当然也有什么，也有这个考吏啊，也有考编，也有考试啊。所以你看哦，这个有根据啊。所以你一画这样子虚伪多威呢，不是说我看到当时有什么画什么，不是看有依据的。你看，这是地官，陶地替人，要做土地公啊。前面这个根据的考定说这个是土地公，土地公前打。因为地官就是咧管土地啦，啊土地吼，当敬土地，当敬土地，这个就是当敬土地，当敬土地吼，含好有关系，所以这个好爻当时啊，好爻嘛是咧过下卡，有无？所以这里很有依据哦。所以我想他这个画家一定根据一些当时的经验，你看土地公跟这个老虎画在一起。那当然一样的，前面怎么也有什么的军官啊，也军官在讨钱啊，讨钱。你看他的这个服饰啊、官啊，拿的这个什么武器啊、配的剑啊，这个都是一种什么一种所谓的军官的这种打扮啊。然后什么雅迪亚纳棋子的、纳棋反的，这个大概就是考试啊这一类，考兵考试这一种。因兵士嘛，对不对？啊，兵士的是就是小兵啊，小兵啊，那么在夹旗啊。国民党当部队的时候，夹旗啊，那么是迄小兵啊，反正做预备军官都唔能夹旗啊。就军队里面哦，这个制度很清楚啊。你是该当什么身份，你就是什么样的角色，那也是混乱了、啊。部队非常讲究这个规矩啊，对不对？啊，即摆军队这样，以前的军队当然也是一样啊，对不对？所以你看啊。这个拿着旗幌的，你想想看，这种大概就是什么呢？要不考兵就是什么呢？就是考试，兵士啊。所以你看呢，这我觉得他们都有依据啊。然后你看呢，后面这个戴文官帽的，我觉得这应该是考官或者是考吏，考官或者考吏。为什么？因为文官帽文官帽。后面呢有两个有点。怪模怪样，他手里头拿的布，这个叫布禄，因为在天官的在考教啊，一边提定看呢，你做派来该记录者，所以手里头要有布子，算得很有依据哦。我觉得他们这个画家哦，这个是很有规矩的，很按照规矩，所以手里头很显然他拿一个东西，所以我很仔细看了、看出来原来什么呢？都还有学问的，我一个考教被冲上，一个天上出巡逻，因为出来一起出巡是出游呢，因为那种三千安多的贤淑的游呢，一起出巡呢。你看老、他们看到这些人也很忙啊，在天上都还有工作。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公务员出差不是在出游的，如果你出游会变得告状。如果你什么呢？如果出巡这个所谓的出差，那就什么？就是公务。所以这个以前你跟这个差不多了，就没有什么差别。好，那么你可以从这个图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面，100多个、10000多个画都了，对不对？所以象征性的画个几个，而且一群一群画在一起，一群那有画吧，成群画在一起，然后什么呢？就可以分群聚集。那么戴文官的穿的是这种文服的，就是考官考吏拿着旗幡的，这就是什么呢？考试考编然后这个天官的车椅旁边还有统印的，天官那东西做官嘛，官印对不对？也有人叫统印，那就那级别为庙里面的、有印统对不对？有箭统，你看这个规矩都是很清楚，要统印的，还有最重要统的部落的。哎，地官什么呢？一出巡啊，每在总工先运家务，一马二五，卡里都坐骑呢，坐骑。那骑的是白色的骑驴，骑的白驴。那这个白驴旁边也是有两个捧布禄的。那么这三官的后面的上面都有那个华盖，
原来都有名称，所以以后呢，我如果大家不反对的话，以后我们出故宫出这种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说哦，有很多水冢，很多的仙人，你说哎，很多仙官呐、啊，啊，有仙官了、啊，啊，这个更有学问，你说哦，也很多的考官考吏啊，考兵考试，哦，人家说哎，这故宫这个严谨的啊，这个这真的这不能随便提啊，因为什么？因为这是权威嘛，对不对？好，那么这是水官。你首先，你看他手里头拿的是什么？也不如啊。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啊，图像学有时候解不出来。他说什么前面那个什么有行政官员，哎，一个是水族啊，水族啊，所以那样子就可以很奇怪嘛，对不对？鱼啊，那个鱼啊，水族呢，它的容貌很特别嘛，对不对？怎么特别嘛？你看，水官鸟朵很有变化，从阳谷神王。九江水地，下面水族鱼龙角成百间水兽林内，哇！去找看，水族，哦，水族，所以他画的水族，哦，不是什么画的什么鬼，嗯，因为很多人都把它跟下面的一幅什么这个钟馗啊连在一起说，哇，这个是鬼，那个什么那个看那个样子，哇，看的样子很奇怪，其实你看这样子就是去找看。水煮，哦，水煮啊，哦，所以这个不能够随便讲啊。那这一组大概都是没有错的。为什么？因为宋元以后啊，从唐代以后呢，这个钟馗画很有名。这一点，那个黄十三导师还是讲对。因为最近那个在到美国去留学做图像学的人，有一位专门做这个所谓钟馗画，这个是钟馗跟他妹妹。我很有意思哦，周瑞跟他妹妹，他不是把他画在地官的后面，画在水官的后面，哎，这个也很有意思。这个等一下在那个所谓的波士顿美术馆那个也有看到，也有这样看到。所以这一幅，因为什么？因为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图像学里面来了解，看看钟馗的画什么时候出来，这已经有人做过专门研究，你只要一比对以后，你大概就知道了。在宋元时期，所以这一幅画早不会到，早到宋元。完的话呢，是在宋元以后。为什么？因为钟馗的观念，虽然在唐代，在六朝时期名雅，到了唐代有钟馗，真正讲起钟馗的话比较流行是在宋元时期。所以你从那个钟馗这个母题，你就会大概推测。因为画家嘛，他要画，他呢，哎，怎么大家拢在流行画钟馗？我嘛是为着钟馗，哎，这幅画呢，你要看懂，就是这个卖价不一样嘛，对不对？评价不同啊，哦，但是你看呢，很有意思，他把他的水官这个地方，好，那么做什么？为什么要出巡？哎，原来是什么？就是三连锦啊，三连锦。那我就引用了几段，大家可以很快的。看过去，这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天官是属于紫微帝君，要考见、考教什么呢？这个所谓的大千世界，哇，这里面通通被考教哦。从什么呢？天上神仙到国王，哎，不是做讲就有豁免权哦。你讲做了不好，伊嘛就应该记录哦。那当然呢，一般的什么夏至鱼龙变化，通通都可以被。记录被鉴查，所以我现在引用的比较重要一点：三年之系啊，三观极盛之日，考核之宵。所以啊，上联者啊，大家要去看规定啊，你讲话不要乱讲。为什么？因为那一天呢，要什么三观，天官正在三观正在考教，一管都管公为给你记录一笔。啊，你都记录了啊！以后你要什么呢？要进入天堂，他就会什么用这个理由来鉴查你。哎，很有意思，他就是这完全是用那种监察观念来写这个故事，对不对？所以你们这里面呢，所谓的得失之名啊，进退入己之步啊，通通什么呢都有把它记录了。啊，当然这个就很清楚了。这回怎么？这回怎么？这回怎么？哎，你看道教对于我们的。年终节日影响大不大？很大哦。欸，所以你将来以后，你再过上元节、中元、下元节的时候，你要记得哦，这是道教节日哦。
地缘中七月十五，现在佛教都叫做普拉普拉盂兰盘节，其实他们也会用说叫做三就中元节嘛，对不对？其实上元、中元、下元这个节日观完全是道教的产物啊、哦！我要为我们道教宣传一下，那么愧对我是道士身份啊！那么你看啊，他们这三日什么都是要较劲啊、哦，要较劲。我引用了几条哦，都是有根据。所以到了这一天呢、啊，平淡正宗的夜半三时要沐浴深情，哎，爱洗汤水啊，就汤水，然后什么要起来诵经。因为这一天呢、啊，天官的考教，普通时啊小错误还可以了，到了这个日子，你一定要什么行为端正啊，给人家考印象嘛，对不对？然后最重要的是唐朱这部总结这一条，一样的意思一样的，但是呢，这是总结的，所以你看呢、啊，我再把这个天官考教呢，把那图呢再画出来，就是说，你看天官作案。你们有没有发现他怎么做？他不是坐在椅子上面。我们现在都是习惯坐椅子，对不对？从汉到太唐代还是习惯的什么呢？就好像坐在榻榻米一样，对不对？平坐，平坐。嗯，这他是天官才平坐，而是因为这反映的什么呢？这是一种所谓的坐的习惯啊。那么这个都是什么呢？所谓的三观，这个简勾勾简的，那么这下面我就比较要不说明。那要他考教什么？他有罪目，他有目录的。那这个应该是比较专门，我就很快的可以讲过去。这个谢罪之法呢，然后里面呢要触犯的一共有180条，由这个三观九五百二十朝来做这种考教的工作。那么这180条呢，通通称为罪，所以不是像这一些只会只读过基本教材的说我们是持感分化的，但明明说他很多罪嘛，怎么会我没有罪呢？我们有罪感分化，然后你看啊，这前面的罪前面60条里面呢就提到说你不要去讲人家的坏话，恶口赤舌。饮酒失信，哦，这个都是伦理道德的道德条目，对不对？然后什么呢？哎，甚至于呢，在60条里面还有记录了当时的村落共同体的圣火公约，什么公约？不可以刺杀野兽飞鸟，不可以烧山捕猎，不可以张泉捕鱼，不可以把食物投在水中。哎，这是中国最早期的环保观念。哎，环保不是现在才有，你想看那时候如果不是用这神道社教有这么规定，当然什么呢？环境会破坏。所以哈、哦，儒家讲“拂荆以死路三里”，道教也有它的规定。所以你这点呢，哈，奉道弟子，道教你就要遵守这个规则，不可以放火烧山，放火烧山。所以我这几年呢、啊，一直在注意说，哎，那么道教怎么回应这么现代的那种所谓的生态学？道教的规定、它的戒律条目非常符合这种所谓生态环保的观念。要不然，哎，几千年来大家都要生活，各位都要什么占用很多物资。如果你没有这一些180的条目的话，那大家什么都乱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进步的一种所谓的条目啊。那当然了，也有一些什么呢？对等的约束的啊，也有。像这边我也列出几条啊，大家可以做参考。这读书为啥？最重要的是什么？要尊师重道，要尊经啊。所以以前哦，我拜师啊，我们那个经哦。不是拿去 copy， 他说，包括这拜师问神公，洪哥啊，啊你这个经下等于吼要抄，啊要抄一阵吼，爱斋戒沐浴吼，啊用心去我们拍，希望安尼熏一下以后才可以抄经，不是讲吼啊摕去供应店哦，供应一份就好，啊那种规矩哦，那种规矩，他要你什么先斋戒沐浴哦，
才可以抄经哦，要不然你就亵渎神圣哦。所以有规矩的。当道士跟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你知道这个经典的神圣啊，所以一定要有规矩。哦，那该什么日子你要做什么事情，你个为着福利嘛，是爱在这目的啊。啊，不，你为福为灵啊。哎，所以这有规矩的。但是这个规矩，你看很早就规定了。很早道教一开始建立制度的时候，这套规矩就已经非常的清楚，哦，然后呢，那怎么谢罪？你发现自己有罪以后，那怎么办？自己打自己，自己打自己。我哈，住在紫鸾宫的山脚下，有一次啊，这个大概是差不多七月十五吧，哎，我想说月色很好呢，我就信步上山了，哎。我到了那个凌霄宝殿的时候，哎，发现从那边已经很多人。很显然的，站在前面是大宝官、大宝师，他就开始讲：第一环这么追，啊，你有犯到个？用古年轮是有犯我，然后怎么样？哎，一共三十个犯呐，三十个追，开始啊，第一犯、第二犯、第三犯。大概过了三人组以后，有些人就开始打自己的嘴巴，感觉对心烦一样。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听了，你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嚯、哦！哎，有些人呢、哦，最后严重的时候，很多人在地上打滚。哎，所以我发现自团哦，其实不是规定，而是什么呢？天知地知果知，你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你做出犯了什么罪。我是罪人，所以你最好自己惩罚自己。哦，我觉得这样哦，大概哦，在地上哦，打自己的嘴巴的哦，捶自己的心，这个心观音啊，哇，好一段时间。然后呢，哇，终于三十六万变了。那一些人呢，又做好了。哎，在那个月光底下啊，你可以看到他脸上呢有一种光辉。哎，心内，迄这个心肝意啊，内底迄种吼，迄种忏悔，他有很多罪，他已经忏悔了。哎，这是我们很了不起的一种所谓的嘛告解。你想看，如果他不借用这个机会吼来反省忏悔，迄这个心肝头的迄破病啊，那都会到了台大的精神科去报道不可。哎，这套东西就这样古代就保留下来哦，所以啊，就自还。从东方开始，一方一方的自己打自己，你肯定怕哦。然后要不然就诵经、写经、诵经，哎，六朝时期就有了哦。你可以什么呢？写上什么呢？各种不同的经，还有转读经典、转经、转经完转那两经哦，你看底下两怎样底下的，它会有声音的，叫做完转其经啊。所以你看啊，有自还，有什么自博，还有什么呢？这种所谓的写经念经哦，还有什么呢？见教发挥。现在在台湾比较流行的就是讲，该弯的发挥，解边的法会哦。所以你看啊，这些规矩在六朝时期就有，这就是考教。上元天官。他有这么辽阔，从天上看下来，地官也这样的来鉴察。如果你自己有罪，你要趁着三元日，所以三元日不是大家烧酒去看花灯啦。你应该什么呢？在这个晚上应该要自省。你说啊，天官赐福，啊，你有什么条件赐福？天官呢、啊？你要给他上好的福气呀、啊，你要先忏悔反省，忏悔反省以后。然后什么呢？他还是会保佑你，给你庇佑。所以你看到天官、地官、水官哦，这个活动呢，它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很清楚啊，它要建立道场，显著反响。哎，那时候就有像哦，这个都经典哦，很清楚哦，规范的一定要有反响。然后当然也要什么呢？有叫五仙啊，二十八宿啊。三品仙官啊，等等啊，祈求什么呢？
风雨顺时就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对不对？然后什么呢？兵灾临近，国王有道，天下太平，人民安乐。我们台湾现在祈求也是这个，对不对？哪个时代的人不是祈求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所以你看嘛，这个是宗教，宗教来辅佐。那么这个传统里面就已经有这三观的图像。然后这个下面我就很快的带过去呢，这三年大庆之呢，然后众圣同集，诸天回驾，众圣同集，诸天回驾的时呢，收为天官拢来集合，因为今仔日就考教试，所以哈、哦，收为人拢伊都记录在案，记录在案。哦，所以你看他推教生死，攻破肚脐啊，然后什么呢？当然什么呢？各种不同的这种罪哈，通通要审查哦。然后这个什么呢？根据这个路籍，有些可以保举的，有些可以什么呢？可以这个来帮忙的啊，那他都有一定的规矩哦。这个是属于很道教的这部分，我们就到时候来看看。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理解，考教的这样的画法是根据六朝时期的道经，他也有什么这个诸天回驾，但是呢没有提到出巡。哎，后来我就仔细看了这一段，到了唐到宋以后发生变化。那么唐代的时候是三年前是确定的时间，为什么？因为唐代姓李。李渊跟李世民，对不对？啊，太宗都问嘛，姓李，哦，说官姓李哦，在唐代哦，足强呀，哦，为什么？因为李唐要拜的话，他一定拜一个姓李的。历史当中就只有老子叫李耳嘛，对不对？哦，啊，所以拜了李耳。哦，所以哦，他到了三年制的时候，他们这个皇帝哦，都要去什么去太清宫、太清观去拜拜。去拜拜，因为那就是他们的什么王朝的守护神。那当然了，这个、三年节里面呢，还要上什么呢？做这个所谓的路了哈、哦，这个有什么进路斋了哈，做斋了哈，然后什么呢，都要祈求。这种的工作呢，从唐初一直到唐末没有间断过。道教为什么在魏晋南北朝之后能够发展，是因为李唐是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啊，道教在什么，在他的这个所谓的大唐的做法律里面呢、啊，他是归到哪里？归到中正氏，中正氏的中关李家的这个部分。佛教归到等于是宗教的这个部分，道教放在中正氏，就是说我们住家的，我们李家的事情。所以啊，道教在唐代为什么会有这段发展呢？这有它的特殊原因。然后一直到了唐末都还是这样规矩。那到了赵宋的时候，当然他就要拜另外一个，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三年斋已经确定了。我们现在的三年节，大概从唐初到了宋初的时候呢，已经确定是三年斋。所以那时候的很多的记载都会提到三年节。那么当然呢，赵宋呢，他要拜他们自己的赵家的祖先，哦，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他甚至于呢，还被列入所谓六欲当中的一个，啊，当然后来道家也不太完全承认。不管如何，每一个王朝都有他的护法神，哦，唐代就拜姓李的，宋代就姓赵嘛，姓赵。到了明代的话呢，都拜什么呢？拜天天上帝，这上帝公，哦，永乐帝拜了玄天上帝以后，所以哦，台湾早期很多的城门啊，在北城门都拜地亚公，那就是什么呢？明代的护法神，哦，那这就有规矩的。好，那么这时候一个很关键的时候呢，就是宋元时期出了有新的三官监，很幸运的，我们在那个波士顿美术馆里面呢，找到了这个成化六年的这个写经本，刚好可以对照正统道藏。哎，发现里面的第一部，你马六六的，太上三年是福赦罪解厄消灾延伸保命妙经，这是新的经哦，跟刚才所讲的那三部不一样哦。那
中间留了三观经序，然后最后一部是元始天尊说三观宝号经，这两部，这两部什么呢？就什么呢？就讲到了，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初寻图，要根据的是这宋代的宋典的这两部。那么这里头呢，这个宝应妙经里面开经就说啊，尔时啊，救苦大仙在大罗天呢，他什么呢？去跟上海道君哦，那这一天是什么呢？三点地官啊，什么等等等等啊，什么朝官僚佐，他来哦讲经说法，就把众生放大观明。所以啊，我们就知道了，那一天是救苦大仙去报去报告哦。然后什么呢？这个救苦大仙呢，端简他那个照办，哦，端简上告三年，然后天官有一句话，道君也讲一句话，不会就是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然后呢，很重要，天尊即驾五色祥云，衔九气清风，至都会府云台山上，放大豪光，广大会议不便发现。出巡，他有一段，前面的六朝皇，他只说云集而已，这时候出现什么呢？驾祥云一千骑，然后呢到云台山上。我认为要了解故宫的这个名迹，这一部经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中间他有出现地官啊、水官啊等等等等。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有驾云行气的，驾行气的除了有道君之外，还有什么呢？三观，还有三观。那么这个每一个时代的讲不太一样哦。你看这个就是天官，他做的什么呢？做的云雨，哦，一驾然后出巡，这个还是一种出巡的话法。所以这个出巡的话法，天官乘雨雨驾出巡，是从这个所谓的宋元的仙经出来的，你看地官呢乘着白绫也是一样的出巡，右手是没有写啊，水官呢一龙出巡，所以你看出巡的观念是跟宋元时期的仙经有关系，而不是根据的魏晋南北朝的五道经，这个是很重要，这是我这次花了一点时间仔细的比对以后，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最高。但是呢，还有另外一部《三观宝号经》啊，同样是原始天尊说法。道教的经典哈，多有点类似像宗教学所讲的神启示经典跟天启示经典，天启怎么共？跟佛经、佛教不一样，佛教的三宝对不对啦？佛宝身，佛。是个抉择，他所说的就是法，佛法僧。道教的三宝叫做道经书、道经、道经师。道显示成为经，经什么呢？由这个师来诵读跟讲解。道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所谓的神格化的天，所以这元始天尊。他的平常如果不是很娴熟的，像立张图一样，他就是要说经了。观述天尊的说法，哦，说法，然后你就会看出来。然后这时候呢，一样的也有一个哈，触角大仙夜班而出，请全长跪，就有两个了。前面那部经说叫做救救大仙，下面的这部经说是什么呢？是触角大仙，两个大仙都有像。前面那个是向道君报告，这个什么呢？是跟天元始天尊去报告，那报告的内容其实差不多哦，差不多。问题就来了，那个话前面的那个人到底是救苦大仙还是赤脚大仙？这个很有趣的问题。哦，这个什么呢？你看，就是这个很珍贵的哦，跟李金写的，李金写的。前面呢有个图。坐在中间的中央的那个看就知道是天官了，对不对？
那左边的那一个一定是地官，右边那个一定是水官，你看三官啊。然后前面有一个在那个什么呢，那个角落那边有一个，对不对？那个如果不是救苦大仙就是四表大仙。哎，所以你看呢、啊、他们画这个画写这个经、啊、他是要跟这个经要非常配合的。哦，我看这个波士顿美术馆里面这个水晶啊，非常漂亮，它的漂亮程度可以跟我们馆藏的玉皇经的水晶差不多。还有泥金呢，还有泥金嘛，这个晶晶姐姐啊，很漂亮的一部水晶。我看到这部经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个是，但是这个是只是民间的写本哦，还不是皇宫的写本哦，都已经写到这个程度了啊。一样的，他一定呢要进口净身啊，啊饮也不金宫新酒啊，然后什么呢？然后会有三官送啊，他一样的规矩哦。这部经啊，我觉得是真的是流传在世间里面，可以看到目前我所看到是最早，但是这个当然不是最早啊，只是以前都没有出现。怎么很幸运的这部经被什么呢？被这个什么呢？波士顿的美术馆去收藏而已啊，对不对？好，那么这是波士顿版的，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景象啊。哎，这是北京版的，北京版。这是这康熙年间呢，有福州人，一个福州人，因为他黑官啊，一头被觉得哈、哦，已经因为他跟人家休克了啊。哎，最后什么呢？他许愿说啊。这个三官哈、啊，三官在庇佑，哎，最后他真的是解决了这个官送官的官送问题以后，他怎么呢就发心哈、啊、刊布经典，就印经了。所以过去哈、啊、民间哈、啊、印经是一个功德，哦，印经是功德，写经印经都是功德，所以特别它都有年代的。哦，在这一部这个所谓的北京的抄本里面。福州什么地方人都清清楚楚。哎，我从重点看这张图，你看这个，这里三个很明显，三官在这里，对不对？哦，你看地震佛啊，有无啊？然后一样的拿着端简，啊，三拜就会。我看到除了这个所谓的三官之外，大概你不容易用这样形式。这两个到底是什么？这个再说了啊。你看一样的旁边的要很后面的很多的辽佛，然后哎，这个人，这个神仙呢，端简跪在这一个人前面，这一个就是道君，要不然就是元始天尊。那这个呢，就一个可能就是救苦大仙，要不然就是赤脚大仙。但是我认为救苦大仙的几率比较高，为什么？因为这里头三官出现，然后有个道君，道君就是什么呢？太上道君就是灵宝天尊，灵宝天尊。另外也好标背光，哇哇，那神明不到背光，我觉得圆光的 啊。所有的神明，哎，这很奇怪啊，西方嘛，修行啊，你们信那个基督宗教，还真巧啊，到了什么？到了高了位阶的时候呢，后面都有个圆光。佛教也是圆光，道教也是圆光，哦，所以修行喜欢这个程度哈，叫做阴功相向啊，阴功相向，所以你看他只有他们三个有，你看他也有啊，他们也有，他也有他，后面这些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他有规矩的哈、哦，那你可以看得出来说，我们因为我要解释的就是这个到底是谁，那我认为他是救苦大仙的机会很高啊、哦，这个是一种版本。另外一个是《搜神大全》的，这是内书了哈，内书里面也是有的。那么根据这个位阶来看哈，他的这个位阶呢，当然什么就又比这个天尊低一点，哎，不是有？那中间的哈，上官那个是天官嘛，哦，啊，到这大手柄的这个大柄，这就是灵宝天尊，哦，另外一柄的东西，道宝天尊。哎，所以你看啊，这个什么，这个我们民间的画哈，民间的画师啊，也是画的什么颜色，因为它是年代比较近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出来那个颜色还是很鲜艳的。所以你看也是一样，有高低来分嘛，对不对？这是我收藏的，我收藏的。其实啊，
这是天官，这是地官，这是水官，幽官嘛是三官。不过你注意哦，他的什么？他的这个什么？你看，这个官呢有幽，哦幽。不过很有趣的是，我因为这点你这样的当然看不出来，我在家里仔细的算，都是九六，那没有九六、七六、五六了，通通都一样，通通一样。而且你们看那个古装剧啊，那个皇帝戴的帽子前面都有几条垂下来的，就叫做溜。所以他这个画法跟什么呢？这个出巡抚的画都不一样，你看这样的画法。然后你看这个服饰，服饰的话，这个天官呢，他这个服饰其实就有一点民间画的，其实就有点那个。如果这个反而是青色的，这个黄色的，然后这个是地官是这个颜色的，这是民间的画。啊，我收藏的这种画里面呢，有几组这样的画。啊，那么。为什么宋元时期有新的经？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这种转经读经的需要，哦，他就强调你诵经就有功德，多少遍多少遍都有。我还说我要多化佛，要讲多化的一样的。你以前如果有信佛教，佛经也是要你常念呐，要多念好几遍呐，都有几百遍呐。然后你念的多转诵多少遍以后，那么你的什么呢？悔过迁流，断恶修善，哦，就可以什么呢？可以有功德，两经是功德，哦，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样一个规矩。然后你看看这个，哦，很清楚。我把它归纳出两点：第一个是当时的不利流行，不利流行，大概宋元时期沿着长江流域，大概什么呢？其实没有错。我有另外一个研究呢，就是做那个所谓的。咱讲讲上皇船，我们现在的台湾的那种烧王船的戏，最早的记载就是宋代。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瘟疫流行，它这个在历史上有两个关键的时期，一个时期是在晋东西晋的时候，那时候呢从北方。然后迁移到南方，就是在江南这一带。为什么？因为哈，你原来住惯的北方，你有抗体；搬到江南以后，你没有抗体。所以你们都知道啊，当时啊，这个曹家的士兵哈，开到南方啊，不要说孔明借东风烧他，还没烧的时候呢，他的军队里面的人都已经得到了什么瘟疫？我们现在叫做水土不服，这种叫地理变学，地理变学。所以那时候北方人到了南方的时候，会生了怪病，就是因为身体没有抗体。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注那个流行病的什么这个流感疫苗，就是这样。那时候他们在从北方的军队到了南方，他当然没有抗体，这是一次民主的大迁移。另外一次大迁移是什么？宋代，对不对？原来都建都在什么长安、洛阳嘛，对不对？哎，这是什么呢？我叫临安，就是这样啊，临时啊，安定一下。好，又是一大千里，所以这次大千里一样的有很多的传染病，主要是什么呢？哎，那当地人为什么没有传染病？因为当地人习惯了。所以大家如果有旅游经验就知道，如果你是到那种人越多的国家，你要越小心。为什么？如果你没有打。这些疫苗，你去的时候，这头是好胜啊，但是你小心哦，会感染了一些怪病回来。哦，这是人类哈，在这个旅游的时候一定非常小心的。军队移动、移民移动、生意移动，都会带来传染病。好，带来传染病。所以你看这边的瘟疫流行，哇，很多句子啊，这里面的什么遭瘟得灾啊、赌气流行啊等等等等。然后什么呢？一定要拜三年，追悔贤温等众。这个，因为以前人哦比较不了解这种细菌感染的传染的这种机制，
所以他们对你说，这个都是什么呢？上天哦派的什么呢？瘟神异鬼下来行瘟的啦。因为行瘟，所以你一定要去祈求，要忏悔，你才不会受到感染。这就是所谓中国古代的这种的所讲的道理。所以你看到天官、地官、水官，哦，都是强调瘟疫，很有意思。凡是道经强调什么，你就可以知道说当时就是瘟疫流行哦，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水上灾难很多。我引用其中一条，什么天下众生啊，江海湖海啊，捉航山谷啊，风波汹涌啊，江环忧惧啊。为什么？因为鸦片狼啊，对不对？在那个什么呢？长江啊，长江流域啊，在这行动啊。如果什么呢？万一不小心的话，你看经过三峡就不得了，对不对？哦，是为了保平安，当然什么都有信仰，会信。所以我在猜测，这两部心经乃至于写经流行的时代，应该是在宋元或者宋元以后，北方人向南方迁移，一方面，要不然就是在长江流域这一带沿江地区啊活动。因为第一个怕瘟疫传染，第二个是什么呢？在水上灾难特别多，为了求得保佑，所以在写经。这是为什么这一部经，既然会有一部，就不会只有一部，只是因为我们现在留下的只有这么少数几部而已。哦，那么很有趣的是，天官原来是气化身的，对不对？哎，结果现在什么呢？变成是。有故事哦，他说这个是父亲姓陈，也有什么叫陈郎，然后呢他龙王的三个女人看到他很中意他，所以就把他许配给他，然后什么呢他就生的什么呢三个儿子，上元、中元、下元。那因为什么呢？因为端正有相，所以呢这个元始天尊看了以后呢，就封他为天地水三官。这是民间故事，民间的故事。你看，早期三观都是气手道具化身的，对不对？现在居然说是什么？是陈朗的儿子，谢达呢？我想这个一定是现成的造出来，是吗？这个我姑且一说，你们不要相信。然后什么？哦，这个有很多的这个。里面讲很多的所谓的灵验，就是说炼经的灵验，这里面很多了，都是你天官怎么是福，地官怎么赦罪，水官怎么样的什么解厄，我都讲得很清楚。我统计一下，因为什么？因为他两个故事，我就统计了这个故事，有山东、中州什么什么很多地方，然后呢，后来发现呢，哎，其中呢，绝对多的是四川、中州的丰都。大家如果去大陆旅游的时候，就会到丰都这个地方，因为这边呢、啊，水是最咸。那现在没有了，现在弄成一个大水库啊，一点刺激都没有了，太平平静静的。以前呢，我第一次的时候，哇，那还是会紧张啊。为什么？因为船哦、啊，经过那个三峡的什么那种滩啊，那个滩很急啊。所以我相信呢、啊，在古代，现在的船已经比以前要进步了。以前那个小船。那起来很机会，啊，不对，万一如果冲得太快的话，那可能什么会很水难，啊，发生水难怎么办？那就到丰都去拜拜。丰都就这样形成的哦，那不是无缘无故的设在那个地方啊，那是表示水难最多的地方。哎，果然没有错啊，它是在中州丰都，时间在成化年间，哦，那里面提到很多什么呢？沉船遇劫啦，或者遭难啊等等。那我知道哦，这部经。大概是什么一种情况底下所产生的？然后这个画图呢，我觉得他对坛制，就是排坛啊，他有一定的经验。要不然他要画那个三观，到底他脸要向哪一边？哎，这个就跟那个坛制有关系。好，那么这个是很专门的，我就比较简要的带过去了，就是有360位。然后这其中一定有什么？一定有天，有三观。所以三观、哦、在
整个道教的神谱当中，它的地位蛮重要，但是当然不是最高哦，不是最高。这里面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有六目哦，这里面我写的很长，给大家做参考。不过最重要是在一二三四五六地段有三官帐，在坛的东边，在坛的东边就是什么呢？从什么？从那个。三清四义看出来的东边指的是大病，这大病哦，所以它都有一定的道理的。那么我们可以说呢，三官稳居在坛东，哦，三司呢是在坛西，哦，都是相对的。然后有一种情况呢，把这种挂了三清的还有四义的称叫北壁，哦，这种叫北壁。然后旁边左右什么呢？有分，这跟朝廷皇帝坐在这个所谓的金他的御座上面，然后两边大臣排班一样嘛，我左班右班嘛，一样的相同的意思。好，那么都有挂的像，它表明都是什么呢？最后的成这个三面贤圣像，所以你们知道哦，当时真的是有像哦。好，那么你看我有证据。你看这个六目图里面呢，就有三官哦。你看，在从里面看出来，也在大地。第二位三官，对不对？它比三司还前面的这一种什么，就是所谓六目图。然后你看这里也是有什么呢？北壁挂的是三千，还有四壁或者六壁。然后呢，两边排的是什么呢？五老啊、五仙啊、南斗啊、天朝啊、四圣啊等等。然后当然，在这情况下，这个三官全弄了。这是黄树山整理的。黄树山后来用这个题目，用波士顿美术馆的这个题目写了一个博士论文，所以他也注意到了这个坛字啊，就是坛字。那他把它整理出来，灯影当然是其中一种哦，其中一种。那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里面都有三观，都有三观。我用这个坛子的目的就是说明，当时的坛挂的有三观像。那你想想看，从宋元到明的坛子上面挂的有三观的像，那个什么呢？画院的画师。他在画画的时候，你说有没有可能也有机会看得到？我这里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他是皇帝属下专门替皇帝作画，而且他们都有官职嘛，每个不同的官职，当然什么呢？他会揣摩上面的话。所以我觉得当时黄世山用的，但我现在补充的更加完整啊，你可以看出来。那么早期的这个朝元图都是三千，然后旁边是四义六义。好，现在改变了，四义六义呢就摆到了三千的旁边，这叫北壁，哦，叫北壁。然后左这个旁边呢有六目，左三右三一共有六目。那么这个情况呢，到了民国时期，很大的改变，三官什么呢？独立成为一目。这个是。四川的，所以你看很普遍的，四川的也挂了。那么一样的有什么呢？这个天官、地官、水官，哦，一样的前面也有一个人跪着拜。我觉得宋元以后的这两部经影响很大，比六朝时期的这几部还要影响大，哦。然后呢，这时候呢就有上界坛，上盖的话，哦，上界坛。你看，这是朝元图。朝元图是什么呢？三官也加入朝元图的行列，然后只是朝元图里面的一组。所以你看啊，那像这边的这一种呢，你看，这是一组，然后你看三官在这里。但是现在什么？现后来到演变什么呢？在这里，天官在这里，他统领。统领这些人，所以天官雄多，统领，哦，这是很大的改变啊，很大的改变。这个也是一样，这个什么呢？也是什么呢？也
导演的行列。所以哦，三观啊，在图像上有很多不同的形象，这种的形象就是以朝野为主的。那你大家注意看，你看他的帽子也是这样的。所以平常他如果不是坐在那边给人家拜的时候，通常就戴着帽子，做这种帽子。这些就是以前的文官嘛，哦，文官嘛。然后你看，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朝野，所以他手里头都是，要不然就是拱手，要不然就端着而立。这是属于朝野土的系列。那么这种呢，叫做四五，哦，四五，四五是天间地府水国阳间，所以呢，两两相对，啊，哦，两两相对，怎么对啊？排盘法有时候会有点不一样，不过天地水三府都是由三官来统领的，所以台湾现在还保留有这种四府的这个习惯。那另外一府，哎，天地水，那还有一府要排什么呢？没关系，民间拜的神叫做阳间，或者叫做阳堂，这阳间拜的神当然也应该拜，而不百姓。自己拜的神都没有机会朝野，所以把它放进去，就是这样演变出来。天地水阳叫做四户，叫做四户啊，那么就重新定位，重新定位。然后什么呢？这时候呢，他也加入了什么？一个他变成朝野土里面的主位，所以朝野千丈土，现在一般的学者做的都是早期的永乐宫跟。这个多伦多博物馆的朝野土，其实后来的朝野土，那个像以前那个政大的谢世伟教授，他做过这个专门研究，其实这个都是后来。现在民间所看到的朝野土是这个样子的比较多啊，哦。那我们就可以比对一下，把前面所讲的这个我们来做一个比对啊，哦。那么比较之下的话呢？郭之顿是三官各一府，然后按照堂位，有中间天官，左边地官，右边水官，他还是有这种官的。哦，不然上头怎么挂？他是按照坛制的三官图来挂的。但是呢，这个朝野的时候，哎，做仙哦嘛是足辛苦的，也未使哦。坐轿也袂使骑马，拢啦腾云驾雾，无紧。官吼很有本领，腾云驾雾就可以。哦，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什么呢？看他的脸相，那个图吼，你要看他脸相，他是朝什么？朝前、朝左、朝右，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从坛子那边所转变过来的。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古代的这种的坛场画呢，现在已经都遗失了，都看不到，因为它实用品。它不像画在画的话呢，画好以后就收藏起来，它是常常挂的，挂久了很容易坏，很容易。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这种图啊，我们很少看到这种完整的宋元以前的这种所谓的坛场画。那么如果它是作为独立的，它就是说所谓的此赋端坐而不露足，另外就是朝元图的系列，这两种图。然后朝元的时候呢，都是腾云驾雾的，但是如果是出巡，就要有什么有坐骑，对，改变的观念在这里。有没有根据？有，在《科技影史》里面提到说呢，有八威，龙啊、虎啊、蛇啊、兽啊、长羊，长羊这个是什么？象，对，大象。长羊大象，你看象也进来喽，象也进来，哦，然后还有奔牛啊，等等等等。所以什么呢？那既然他要出巡，他就不能腾云驾雾啊，对不对？要不然就坐车，要不然什么呢？就要骑什么呢？白色的麒麟，要不然就是要御龙，御龙。所以你看，他前面的这个应该有点像那独角兽。但是我一在查这一个兽应该叫什么名字，其实我还没有完全查得出来，这应该让图像去对，应该比对得出来。但是这种大家知道，那个道教的出现，这个道教画上面出现很多的这种的坐骑啊，都是不是一般的，
所以这个道理其实我还会继续的在讨论。所以你看，这个天官呢，他是坐在车子里面，啊，这种画法。然后什么呢？这个地官呢是骑的白麒麟，白麒麟。你这用这个局部图，你可以很清楚看得出来是白麒麟。哦，那你卡点了啊，有奖励啊，有奖励啊。然后你看，波士顿的是卡佩，一对照你马上对照出来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他们哦，虽然同样的地官有奏起哦，他的脚力不同，啊，白色麒麟跟这马，这马好像是白马。好像白马，不管如何了，不过你可以看出来啊，那个我们故宫版的那个什么呢，那个地官呢，他就是书本啊书本啊，难道你看到、啊、这波士顿这个版本哦，耶稣哈，这个阴茎就这么好像整个甩开了，所以他哈、啊、虽然可能会有相马关系，但是他的巧妙还是不同。那不管如何，他们都是什么有脚力的，那当然了，水官都是玉龙。哦，那个是蛟龙，或者是什么呢？因为水官嘛，它是属于在水中的，所以一定是跟这个龙有关系。哦，你看这种，这个是什么？这是一种龙的画法。这个是波士顿版的龙，它龙头的方向完全不一样哦，左右完全相反哦。所以你看啊，他们这两个画。这两个画家，他们的取法的弹字的左右弹左右班，他们观念不同哦。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了解，纵使他们有相反的地方，但是这些哈、哦、这些画家还是有他们自己的创意。嗯、然后这个波士顿版呢是上官各一幅，那故宫是什么？是啊，当然他把天官改做这个作案考教。所以什么呢？问题就来了，到底是写经的考教图先出来，还是波士顿版的那个什么最上面的天官作案先出来？我的推测，我认为写经版先出来。为什么？因为虽然我们故宫藏的这一画不一定是马林画，但是你看哦。他用什么？用那个什么后面的背景，把天地水三观合在一起。结果呢，波士顿变中间的是什么？那个天官是作案的，其他的还一样的出巡。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我认为他应该比较晚出，哦，比较晚出。所以什么呢？他那写经，我觉得宋元初期为什么会出现有这两部，甚至插入了经序？我认为。当时这个经出来以后，一定很快的风行，所以开始有人做写经，写经供殿，对不对？那你看呢、哦？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出来的是呢，这个是所谓的，巨石跟这个所谓的巨这个老树啊，这个我觉得故宫版的这个很有创意，一般人不会见过，它那个树啊可以高到天际。就连接的天官，它的什么呢？沿岸的下面有水，刚好连上了水官。我觉得这个画很有创意，很巧妙，很巧妙。所以这个也是啊，也是我觉得故宫这个版本啊，值得我们重视的地方。虽然不一定是马林画的，但是我觉得它的时代不至于，最少在宋到元或者是明初有可能。如果这样一讲的话，那波士顿美术馆的这一幅应该是在明代，应该明代。为什么？很显然的，那个天官作案的图比较特别，哦，比较特别。哦，那呢，当然了，这个水官呢，这个大体上是一样，不过什么呢？这个水官什么呢？它是什么呢？是因为单独一幅啊，空间很够，你们就会发现不同就在这里。哎，这个水中有宫殿哦，我为了这个我就查，哎，果然让我查到了。这个《功德清中间里面呢提到说，这个水官他住的地方是阳谷洞元宫、清华方珠宫、
或者是总府水中观天教的南水会宫，或者是北风都宫，你看，所以哈、啊，虽然这个波士顿美术馆的这一幅啊，他画这一个这个图像，他在角落里面，你没有注意，你都忽略过去。事实上，这有依据的，还是有依据的。不过你看，他的这个什么水观，他脸朝向这边的不一样。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理解，我的结论是，故宫版的这个三观出巡图还是比较早出，然后后来因为有写经，写经前面有刻的什么呢？画的，或者是像什么呢？三教说神大全有那个版刻，其中也是有什么呢？有这个所谓的三观的图案。我觉得因为有了这样的图，画家觉得说，那我可以不要全部跟什么呢？跟原来的这个天官出巡一样啊，我就把它改一下，一改的时候呢，天官变成作案。所以我透过了当时前后的图像的比对，我认为波士顿版的这个时间叫，当然也有可能是波士顿版先出来，然后后来画家版画家来模仿。不过我在想，这种的画是不是跟我们上次的展览那个苏州用的一样的？就是一出来又很有名，然后很多画就开始来挂。因为画了以后呢，结果什么呢？结果就很多的版刻的人也跟着来学习，跟着来模仿，写经的来模仿。不过我觉得，我还是觉得写经的流传的程度普遍性比较高。终究这种图不便宜，那个书桌，你们去买那个书桌看，虽然是当时的画家，因为有人要买，所以他来画，但是那个画不便宜耶。你像不便宜的画，流传的程度就不像写经跟通俗列书那么快。所以我的假设是，先有的写经版，或者是有三教说明大全的这种三观天官的考教，后来触发的这个所谓的书，类似像书桌一样的这些画家的灵感，所以呢，他就把天官改了，不要让他坐车主出巡，而能够让他回到办公室办公，这是够了啊，不能信。那我觉得就是我目前呢、比对了这两组画的一个结论。所以什么呢？如果是三观宝殿庙经呢，这两个小经，它的时间应该是在宋元时期的话，那么波士顿版的这个画呢，应该哈、还要更晚，至晚到明代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黄博士啊、推论说是南宋的画作，我有点怀疑的，有点怀疑，因为那时候他们用了其他的三观天官作案来做比对，所以他就说民间的批流动嘛，愈早愈好。然后我们的画技呢，也是越早越好，越早越好，这是一种心理。但是这幅对话到底什么时候出来，那是一个事实。心理的愿望跟事实有时候会有差距，所以我觉得波士顿版如果像黄世山所推论的是南宋之作，我觉得时间稍微早一点，我觉得它应该是晚一点，会晚一点。为什么？因为它是个走合性的画法，走合性的画通常是仿作的时候是会走合性，这是我比较的。其实两张画都是真品，都是，而且画的都非常。不过如果图像学有先后的问题，那我还是要把故宫的那一张图先按赞，因为它的时间应该是比较有创意啊、比较创意。所以这个是我上次接受了这个热度以后，我花了差不多有半年时间，我就上穷碧落下黄泉，然后就把这些资料把它做了整理，跟大家共同分享。也许我的推论是不准确的，也有可能。因为什么？因为都没有直接的证据。不过图像学，我一定还是要称赞黄博士的作为，因为他是用图像学，他用很多图像都不对。
但是我是道教学者，我要用经典来做比对，我要用道教历史来做比对，我这样比对呢，比用图像来做比对呢，要符合经典文本跟图像表现的关系。这就是我半年的研究结果，我跟故宫也跟诸位好朋友来交个报告，希望这个报告能够引起大家的兴趣。如果你有兴趣，等一下再买票进入去参观，谢谢。我再次谢谢李教授，因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相信大家本来在看三观出巡图的时候有很多疑惑，但今天透过李教授这样子深入剖析的一个为我们来道经的一个解说，我相信大家对这样的风格，不管是在帽檐上面或者是在衣着上等等的风格，对天官地官都有深入的了解。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谢谢李教授。谢谢。那我们今天也没有到此就是结束，那有相关的问题呢都欢迎会后来我们来 OK 来请教李教授。好，谢谢各位，谢谢。如果大家有问题你就集中到好多领域啊，去吧，我们就简短的